大家好，又是我美联物业加州商场分行康臣，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上水古洞天联的一间面对泳池靓景的单边独立屋，现在带大家去看看。这间屋呢实用面积就2454呎的，入门口右手边是一个超级大的客厅，楼底又比较高，方正实用。后花园咧个面积有2609呎嘅，咁侧边有对门咧可以行出去咧会所嘅。而佢嘅后花园咧就正正对正天联二期呢一个五星级会所嘅泳池靓景。呢间屋咧本身系业主嘅度假屋嚟嘅，咁所以嚟讲咧，佢都会定期做一个维修保养。饭厅亦都自成一角啦，摆张圆台都冇问题。中意煮食嘅咧，这个厨房个 size 应该就唔错啦。都有个趟门啦，通出去前庭一个烧烤区域啦。工人套房咧，亦都位于厨房入边嘅。上到嚟一楼咧，首先就会望到个家庭厅啦。咁你会见到个光线比较充足啦，因为有个落地嘅大堂门。再嚟睇下个主人套房啦，三边落床，景观咧就系望翻会所靓景、泳池靓景。今日咧，啱啱執修師傅咧就嚟執緊間屋，咁啊方便業主嚟度假嘅，咁所以嚟講，你會見到比較多啲工具喺度。主人套房亦都有個好大嘅衣帽間啦，咁同埋一個好大嘅浴室。跟住帶大家睇下兩間客套房。两间客套房咧就望翻前庭花园，景观比较开扬，同埋市正实用。依间单边独立屋咧，咁除咗个主人房系望咗个泳池靓景之外咧，咁其实两间嘅客套房咧望出去嘅景观咧都几靓下嘅，就唔系咁对屋。上到嚟天台嘅位置咧，咁都做咗少少储物空间啦。天台咧就比较大啦，可用度十足。
这个后花园呢就向北嘅，咁天台位置呢正正就望晒成个会所同埋个泳池。两层式嘅设计，有自己嘅私人楼梯，直达地下车库。雙車位的車庫可以泊到兩三架車。大家如果對這個單位有興趣，記住找我了。